北捷公司主管指着黑色沙发后方小角落，这里就是当初其他司机员发现毒零钱包的地点。摊开内容物，不只有大麻、摇头丸、吸食器，更有残渣袋以及分装袋，遭质疑北捷休息室沦为毒品转运站。7月6号的时候，他就表示他是在南四角的这个列车里面的巡检的时候呢，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物品。那因为他个人的工作疏失啊，将他遗忘放在这个休息室，忘记交出来了。事隔11天，北捷才紧急召开记者会，而自称捡到毒钱包的涉案赖姓司机员，也是同一天才完成笔录制作。47岁的他在北捷服务18年，算是资深员工。如今涉嫌持有毒品，捷径采集指纹比对之外，也采毛发及二度验尿。捷运公司也即刻去针对该员这个行车专员进行尿检，而回报是阴性，但我们依然积极的配合警察相关的调查。他只有说他是在巡检的过程，但是日期是哪一天、明确的时间或是明确的日期，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明确。涉案司机员在内部调查时说不清楚何时何地捡到零钱包，后来又改口说是6月28号捡到。但根据北捷一份7月9号的内部爆料，有员工指出内部调查时并没看到这名司机员有捡到任何物品。目前警方调查也只看到司机口袋塞了零钱包走进休息室，没有捡的画面。如今除了涉案司机员，北捷也针对49名中和新鲁线员工全体验尿，究竟有没有人涉及毒品案，相关单位终于动起来。东森新闻陈明胜、黄建文、林权、蔡雨山在台北采访报道。